多谢副总听哈，多谢副总听。对啊，赖主任有提两个问题嘛，哈，一个是渔法的保存，另外一个是海洋特色的部分，是不是哪一位要先来说明一下？哪位同仁要先来说明？我一路的，你先一路看。首先，我先讲吼，啊，我是从事这个事业吼，我从13岁入海，啊，我从入海做十年，哦，我的经验会当协助我就捌去念个，哦，我阵仔升4级5、4级6个，咱台湾全省是我就是做这只，我经验，我即摆一定收入拢无错，哦，我捌讲一个问题，就是讲先生到底一个问题，讲咱个产业，咱台湾产业，即海上活动，你海里，我先请教一下，你知影？咱个海峡，对哇！啊，你读册了，我无读册，我唔知影这海峡，对。经济海域是一百海里嘛，吼。啊，经济海里，海域是外国个一百海里个，有宽裕个。咱个十二海里尔嘞，咱世界嘞，对。咱若一日大陆往解个，咱十二海里就六百个，大陆一百，对。我读册无。你那空空啊！你坐啊！我来坐，我坐到一阿头。啊，你嗯上班坐啊，阿头。啊，恁是看法院哦，经过恁家己收着哦，家己做，都无经过这个，对。你即摆就讲你更加做啊新的哦，啊你讲你要订啥，爱穿个正常。啊，有迄个正常，你带菜来换衣啊，无迄个正常，你就穿内衣啊。啊，两百五，百个。把你的方向哦，你要有清明，你去抓，我你家己是混乱。国际人来，会使来处理，伊也不能使来处理。啊，你家想这样，你干嘛？对不？啊，无你哦，红海，你哦，你风向无，即个天气大清嘛。哦，啊，你唔是讲贵州的，就那你政治行动啊？啊，我就不同我清如何，我比人家清呀，清到好鱼啊，十年啊，对不对？那只能数字哦，鱼啊是。不是讲规日当面端面嘞，对。迄鱼也嘛是同款啊，伊一个时阵伊，伊伫生产的时阵弄的时阵，该安怎办法嘛？伊回来到出事啊，啊出事回回转去啊，后位时间又回来办法的事，对。恁就是拢不了解这个，实际恁拢唔知啊，恁读册啊，我不叫讲哦，恁唔使讲，恁总部来教我，教我讲，对。我甲讲出者。所以这样工作，我今天有拜拜我去，我出点钱就好，我是感觉。更加发未出来，到尾我若发未出，我只能做做许个发未出，许爱发的。到尾我提供你欠钱资料，我讲，还是讲，还是到尾啊，你唔知我来解释。到尾解释好，本来讲诶，你明天来提，我提明天来提供诶，我欠啥，我就欠你。有迄些情况，我讲你欠啥，你咋讲？我讲我，啊！你别讲你做迄项个工作，你拢唔免半项，其他唔讲啊啦。伊个是搭一个固定，我讲哎，他平时这个伊爱做，我有做钱，我已经花出去，对，我卖嘞卖嘞。哎，伊爱做，上次嘛，伊爱伊爱掏钱嘛，你们就打你掏钱。对吧？啊，枪就是只药品嘛，对不对？啊，你拢唔知影，我来管我，管我这个，管我办，对。所以我为做正下讲啦，只你讲话啦，哦，快应该是干下子。你就爱改善讲，那你即摆可能听规定讲咧，讲爱你清啥，爱念啥，无清呀，你干念，到个本命去念，我嘛叫我过咧，我嘛叫我处理过啦。不然跑啊，公家重视也跑啊，对。
钓鱼。讲我这鱼啊，我是连成钓的。讲我用油气门把我安尼关关，安尼我会使进步，我会使处理，安尼咁钓。足济啦，鱼鱼哦，鱼鱼我就是不停在做鱼。啊，我老早食过鲫鱼啊，跩趁钱佬啊，咱家的哟。我足济有他讲啦，但是你时间他讲，我不是他讲，我讲足济，喏。好，谢谢。多谢了哈，多谢了。你如果讲这个问题哈，包括你建立愉悦哈，啊，包括这个来的，关于刚才我们讲运动所在睡眠，但是你讲出点我真赞成的哈。我还有心情的，确实无唔对啦。有一寡同事吼，伊读册毕业了，考试了，来毕业书，伊本身经验无够，所以我就慢慢咧甲我同事讲吼，伊嘛爱靠心经验。啊，一寡代志要做进程，咱要去拍以前吼，伊爱甲人讨论过。啊，实际你即摆咧定后摆咧进程上有啥物问题无吼？咱这一定爱先拍讨论过。所以感谢考试吼，你当讲安尼问题吼。啊，所以即寡相关的问题，我请阮副总长来甲你说明。可能阮种服务较无做到，我请教你几栋的做，因为你也都有讲到薪资。哦，安尼这部分是企业处这边啊，啊爱出，不你有讲到种咧企业管理的无？因为你嘛了解嘛吼，咱企业资源的迄种限制嘛，所以咱来做一寡管理，政府一寡管理是要有的。不你也讲，咱若无管理，你也讲，大家要了一种，伊总是数量，我也无管理，所以有人讲伊歹量，啊量。嘛，影响到咱本身渔民的观念，这是来说明讲政府有啥物管理无？所以讲咱其实咱渔业管理吼有分迄种一个主意甲三个建议，搁建议的部分是咱渔民在注意来申请，搁注意的部分，这就是较重要渔业这部分就是爱做一寡管理。不过你若讲有啥物问题吼，咱随时会使甲渔业署来联动，阮岸边来申请，啊你若时间赶，嘛是渔民来提出来办机会，嘛大家讲，你若时间有赶，阮会尽量。来到三天，看是一天两天，马上来办出。这时间的时候，伊也是做得到，我就一定来做。我另外你还拄好讲到迄种咱迄个种咱渔船啊，迄种渔船啊，迄种太平的部分，你种看轨道的部分吼，我即摆有出啊，因为渔船啊总是爱，还拄好回归到我拄好讲的迄种吼，因为你船的吨数愈大只，伊的迄种压的能力一定是较强。所以这部分，咱有个主管，我拢做一下，好保护咱平，啊，保护就是，要一般咱来掠鱼啦，一定爱处理这一种太平的动作。所以这是保护咱规个主管，保护咱平的环境。那一种或者还有个啥问题，我等下过来跟你讨论。包括啥物问题，是要协助，不要紧，你讲出来，等下开会了，咱过来讨论啊。另外一种方面，助理有讲到一种防火层的部分。即我所在台北市政府已经有一种文化局已经列入一种文化资产保存的部分。迄部分，我会使事后再了解，看即摆是进行到什么程度，看有啥物需要，啥物疑问，即种台北市处长如果有咨询的话，可以说说，要不然我就可以再跟那个，因为处长是业主嘛吼，一种跟另外部门是文化局处理这部分，我们会再跟他做联系，了解上情况。那个海漂垃圾部分，你即马将海委会成立了吼，海漂垃圾是将海委会的主要权责。另外，将讲到一种海漂垃圾处理，你即马有将举办一种像海环保舰队，环保舰队伊是鼓励渔民，伊也说即马蛮鼓励渔民，那一种重要的时阵，再有海漂垃圾吹进来。所以阮即马一种拜托一种管制政府，咱的渔港的部分，会使做一种战治场。不管是咱开始，阮即摆做四网转型，一开始迄种源头管理，那后端的部分，阮做一个战市场，后壁较好环保单位开始做一寡迄种后续的一寡海漂垃圾，后续迄种去化处理，这部分也是一种是报告。另外，讲即摆特别说明是，阮甲环保署、海保署、甲渔业署，阮成立一个迄种海会平台，是迄种环保署的迄种署长是副署长主持。我们所有有关意见会使透过这平台，特别来一种快速、马上反应，可以马上处理。这部分是先来一种、那一种处理、那一种主任吼，先顺便一下。
游戏吧，你别管人啊，游戏吧，你哪样人啊？你自己写的，他不记得，都没办，那啥事情吗？叫我来，你有做吗？哦，你别打啊，我挂好你到不了，你说，那一半事情我办，那么不对啊？你不是要红色哦，我讲，我就你不是，我两个我同意。教育家照顾人家，很多意思，也善良，那就被玩。有句吗？那个关键是，一小时平均一条那个呀，我不。先进的部分，因为你贵呀，还是做无去啊，都袂使开了。即摆有咧检讨啦吼，因为咱当初是限你的住宿，啊，你因为贵呀，还是顶一代贵后一代，结果伊迄先进的部分袂使做，即摆咧检讨嘛，即个部分嘛咧检讨。啊，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刚所讲的，李医生，我听你昨天报告清楚吼，以前可能拄啊讲的小可。这个我改哈，公共行政报什么问题，咱再过来说明哈。还是哈，如果讲了无清楚，咱即摆医疗吼，进出着八十四条钱，八十四条钱，咱就无属于迄医疗的迄种费嘛。所以你会使根据你的作业数，哇，我可能我出来爱五工，我出来爱六工，我一家迄种做，伊海上作业时间可能一点钟、十二点钟，了解，你也迄种配合写好清楚。咱写好清楚，我靠干，我可能就休困嘛。我靠干，我就免遐伊做慢慢，其实要做的工作嘛少啊。遐伊扣落来部分，遐拢会使算下底。所以咱无想着伊哩少迄种。咱今年开始公务，劳动部已经公布啊，咱是两千零八八十四条钱。咱白话文是讲责任制的一种职业啦，就是那责任制的一种工作者，就是责任制的工作者。所以这部分。第二种，这一种代志，咱是一定解决了，啊，大家都。我今次我看见个睡眠节吼，那顺便也不了解个睡眠节咯。哎，我啦是睡眠节个，为什么今日来吃？就是讲一定有一寡你来甲看文字吼。你看了有啥啥无了解，啊，所以大家安尼在咧讲，你就知影讲啊，一寡问题伫倒位吼，啊，话已经有解决啦，话咧解决中间，啊，话啥物原因，啊，大家在咧讲，啊，你来就会使解决，这样来处理。哦，所以我咧讲嘛，就做人管理啦。啊，看到伊啊，你讲讲，你今要下班啊，袂使去啊，啊，你搞不道理。啊，所以即摆已经唔是安尼啊，哦，即摆已经唔是安尼，都要多做两步，这是责任制啊，哦，所以两边讲好就好。五月开始有调整了。
第二条咧，我简单讲起来，要是大家人较济，每年啊，十月十五到九月十五是不啦，大家话紧，结果这个时间咧，阮金山地啊，大家都落去卖鱼啊鱼啊，阮渔民再来鱼喂鱼，我尽管落落去卖咧，啊伊个鱼啊唔得来，啊中国大陆来啊一刀人，所有渔民咧讲，恁鱼喂无做公关啦。啊！做广告，咱人白开会就会使去啊！啊！你只当开会就会使去啊！啊！你当广告，你要一年，我一年偷去，我袂使去啊！那会使？金山无了白开会会使去啊！金山你啊，叫我不但加会到九月，未头无变十万。啊！你当何去？啊！阮金山这营运不断下去。我听第三条嘞，我这已经犯事啊！这政府应该要改正。我们吃下村啊，都老辈了，做老百姓都有过的，伊嘛做村主，金山好一点，名贵好，村啊底有迄外头啊，无改过，有只种菜的，啊，我伊奈了解讲，无改过，未使过，或者外头啊再过，啊，你好好啊，就还几五万。第五位莫当机咯，我村里边经济出账两年啦，或者咱企业是无，你经过找几下去啦？我怎么算啊？我再找迄个啥？迄个农业会迄个做，迄个副书记啊？大概是什么？今麦无去农业会做副书记嘛？我一到时我就去，我你这偷天减物。天花是阴阴交际嘛，同款。你做不了话，你要还钱也好，你也是要乖，出来你见。那还还钱啊，搁要金基础教，安尼够有道理。他都这个心机啦，啊，这渔民同你讲做啥？以上三点嘛，我只要有写一挂吼，简单啦，啊，当地阿边人真济真济问题啦，啊，重视我只渔民啦，啊，包括像阿边讲做金枪工迄个。但是我会，你看这鱼，这太阳，这大家鱼拢很水的哦。好，谢谢。感谢吼，拄啊，香港讲大家先问一下，做回来回答嘛。后面一个讲起，有人要发问，有人要问，无机会啦吼。哎，刚刚有什么可能问题？无咱就三个啦，好不三个了，就先简单回应一下吼。我讲公告也无时间谈讲，问问题哦。总干事要讲，就总干事嘿。总干事，你应该坐着讲，你是站着让我们很有压力耶。好。署长还有今天与会的这些长官哈，阿哥咱家里领哈，大家好哈。咱议会哈，即摆面对的吼，一个最大问题是讲，地段移民哈。咱的目的吼，啊，咱的目到遮吼，孙长，你当面也有吼，你遮帮我看一下吼。早起吼，差不多七八点吼，在船啊，我靠船啊，入来吼，伊就是四过天啦，吼，啊，遮安检站吼，就爱四过去走去检查，吼，像今仔日迄个目的停头四十台。哦，甲迄几个港口吼，拢停甲拢凹伫边安尼。啊，迄个啊，一个我讲吼，哦，啥物？啊，伊咱个渔民吼，要出去吼，袂当出去，吼，啊，就打电话甲伊聊下咧，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吼，是不是应该爱管制讲吼，即个外口船仔吼，要入来，吼，是不是爱先有啥物措施，吼？爱家己管制，莫讲，伊咧入来吼，就会使入来安尼啦。吼，啊，包括讲咱的防港遮，嘛是吼，伊迄落时阵吼，甲咱的码头吼规个拢安尼禁掉的，咱的渔民也要过去，全部要停过安尼。吼，啊，搁迄个粪扫嘛是安尼好袂歹。吼，咱家己渔民嘛拢定规讲，咱去别人迄个港口时阵吼。那边吼，迄个别个港口叫咱讲，船仔停倒就是爱停倒去，吼。我想讲咱遮迄个船仔讲，你别先四过走，吼，或者是
迄个车辆停的迄个问题，嘛是安尼，规个迄个码头停到安尼讲。啊，因为昨昏吼，迄个咱的去另外，啊，搁迄个安检站，伊嘛发现这个问题，啊，有请迄个警察，咱分局才来处理。但是分局伊讲吼，伊讲这个码头吼，伊无法度去开单，吼，所以。就是讲，我一定讲，也是伫咱诶别段年纪吼，这段期间，也是讲这个钓鱼期，有当时啊，咱规个港口迄个船啊吼，迄个车辆啊，停甲吼，影响着讲咱家己本地吼，即个渔民吼，伊要落去吼，拢受着影响安尼。啊，所以吼，伊讲讲吼，咱运输这边吼，是讲咱市吼，请这个部门吼，有啥物措施吼，来斗相共吼，卖讲吼，即个一段时阵吼，每一年拢会就是讲咱港口吼，即个问题出现安尼啦吼。啊，搁一个吼，就是拄仔咱的船主吼，你讲迄个乌鱼鱼这个问题啊吼。因为咱的宗主因也拢伫咱渔业来宗主渔业拢是头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吼，即、这个渔业安尼。啊，拢以前啊，拢掠鱼时阵吼就是安尼。啊，因为最近就是讲下尾出去掠时阵，就是讲因无伊的即条顶管吼，无即个预防，啊，所以吼因就袂当出去时。但拄仔讲的即个乌鱼节吼，是毋是会当用？啊、哦、特殊的处理办法是，因为鳄鱼一掠吼是浮的这个翅膀吼，其实伊袂去影响着讲咱的迄个海底吼，即个生物即个问题啦吼，啊是讲会当伊这鳄鱼鱼吼这段期间吼，会当吼咱真正讲去掠鳄鱼即个种族，会当用登记的方式吼，啊然后你登记之后你就知影差不多是偌济船啊，有你掠鳄鱼是买当做一个管制安尼啦。好，以上谢谢。多谢总干事啦吼，哎，过来，佮有甚物法律问题，咱听第三个来这边讲请。署长，咱是到市政府迄个长官吼，啊，佮咱一个三支部啊，大家一起讲好。Yes。因为伊咱市长啊，即几代阮开代表会拢无过来，两三届拢无过来，代表会拢无过来，拢无过来。我迄间本来要去去高雄看伊个展示，要走去伊个厝甲门口来啊，看看，啊，拄时间无啥会出，出袂出来。我要请问问题啦，你讲我办会啊，我是办会啊，活动啦吼，不管几安大了，几安大走来，啊，你后壁来看。因为办会啊，四年来吼，那三年从那落了，我拢无去啊。拢无伊，拢无钱来来个尔。哦，啊，拄啊，咱新北市政府有讲那边种粉，保存粉化什么资源迄个啦吼。但是这个资源是要来保留，你也无一个明确，伊讲啊，差不多钱袂偌济。因为阮目前阮也无伊，阮钱啊那用拢无。你讲拄啊，平时咧保护啊，这个，阮真心的两个无伊啊，一个无伊啊。啊，我想咧吼，我即个要掠粉啦，要掠钱啊，我什么好多。对咱当时到迄个更加到十五，啊，这敢是政策上面一次有个地方吼，都有伊掠，阮遮拢无通掠。伊应该是政策是一致的，哦，来会使掠，而且明文规定。啊，阮这渔民吼，大家嘛真希望，不管你明文规定也是行政命令，阮拢遵守。啊，如果用法律到底吼，你惊死，如果人要掠，人家警察唔敢，你也无一个公司保护你。讲迄个，我讲警察嘛爱叫恁顶管的公司来。伊唔敢迄个，没有他执法上，伊得叫恁来。啊，所以我关无所不从。你们叫我安怎去渔民遐生存？头一点。啊，第二点我要请教你吼，咱咧讲吼，咱掠乌鱼船啦，乌鱼船啦，应该是爱有一寡吼，你若无用吼，暂时条你看要哪创？像以前吼，农民听个渔业交个时候，人个你本来是人个接受个有体恤，即摆渔业输无，遐个农民国七八十年时个。要十几年要成立渔业署的时候，我一定希望一定鼓励啊，啊，就是渔业署会扩大，渔业署一定会当扩大才对嘛，都过不完的，不完的。
所以讲这点哦，咱渔业处哦做好个所在，爱甲渔民哦相关帮助，要讲好渔民，大家拢支持。过来讲第二点，我请问你哦，咱这个渔民这个主管证啊，主管证过期要换的时啊，是毋是有年龄的限制？新的，譬如讲有一个年纪上五十岁以下，爱有九十天嘛吼，啊，讲话做五十岁以上。训练爱训练，但是我已经超，譬如讲超过证件超过啊，是不是可以五天以内，会使变五天内底啊？不是，下那年到是五天内底。我譬如讲，我今仔日我已过去啊，我要去电工训练，超训练也好，啊，这个需要一定这专员应该有需要去训练，是唔是？比早。五天啊，你无你讲提的，因为看我六十岁，你要叫讲一年要拖到一天啦，可能不可能嘛？是不是啊？有一条内底，伊的话内底是不是有一条？我稍微先去看嘛，那个小巴较等，还有解答，谢谢。一下，只要确认一下，有这样的规定吗？哎，根本无清楚嘛，我跟你讲的，就是讲五十岁以上。做一个训练十天，训练三天半，嘿。三天半，那就是是讲多的就是那些，我确认一下，确认一下到底那个问题是在哪里？那个云姐，你帮忙确认一下哈。你看改变一下好不好？不，多谢哦。拄啊，包括咱上港吼，啊，总干事吼，甲咱最先进讲三项啦吼，讲说讲一个问题。我知影无，我先来你了。拄啊，你咧讲代表来，我拢无来吼，我甲你讲回来，因为我只会只代理啦吼，只会代理。我本身是讲委员就是秘书，啊，所以我只办代理吼。啊，当然你一部分啦，一部分，我根本一部分讲我未来啦吼，我未来。但是以后有机会吼，会尽量参加吼。但是马甲大家报告吼，30个位吼。大概会当参加，或者时间来做会到，吼，尽量好，或者可能做会到，请阮同事来热线，还是有问题吼，利用这个机会，大家来互相交换意见吼，这大家来了解。其实就是拄仔你讲迄个农民年金这个部分吼，我大家报告吼，因为农民并无参加农保，而是用农保，农保并无年金，所以伊退休了，基本就是可以到年金，津贴一个月7500。7650嘛，我记得是7650，7500块。啊，即摆就是讲7500块拢靠政府出来，所以农委会一年含在市政府在规个总共爱六千百，差不多540亿，占农委会是几多？占农委会是，当然伊也是同款，伊也是算讲560亿，但是其中17亿就是伊全用农补贴啦，所以就是占足够部分。啊，即摆就是讲。你卡安那就是靠政府这永远袂增加，永远袂增加。所以说就讲，你若会使先开始拿一寡年金，你先拿，后摆你拿个年资，拿较久就会使领的。敢那国民年金啦，国民年金嘛是要靠你参加的时间愈久，后摆你领愈多。即摆就是讲，你去设立一个办法，原来老人福利津贴以外，都加这个部分。但是移民我所在啊，因为咱移民为17年开始，咱就拢加入劳保嘛。啊，所以你即摆你也是劳保迄个年纪，甲伊这有无共款？虽然移民你来参加劳保时间较久，应该你也伊搁较侪，迄种甲年资有关，啊，甲你投保金呀，所以这应该是无共款的制度，伊就是要保老年无一块，哦，伊要保老年无一块，这照我所在个大家讲，因为咱移民参加劳保已经有劳保这个年金有退休金嘛，这两种无共款哦，这个我大家说明一下，哦，因为你若要搁领，就是爱搁老了。你若要讲领较侪，就是爱搁领。年金的意思就是你家己若要领进来，哦，你家己若要领进来，啊，福利津贴就是政府给你的，这两种无同款。啊，因为咱是劳保嘛，劳如果是年金，哦，诶，谢谢咱主任嘛，谢谢咱主任，好，谢谢。哦，这个部分跟大家说明一下，其他包括有一寡政府这边还在说明，还是咱同事会在说明，都是要先来说明。来，迄、那个管理组的王副组长。歹势啦吼，咱头拄啊真侪伊有讲到一寡整体医疗福利的问题，我想讲简单甲大家回应一下啦吼。
啊，咱下近海即摆的现状吼，因为各种企业经费足济，即摆我甲归纳起来，讲即几年应该是安尼讲吼，钓鱼啊吼，就阮放鱼啊，啊放鱼啊，阮即个拖网拖网，阮了不啦了不啦，阮三下好啊，啊三下好啊，讲啊拢遐食饱先，去钓鱼啊，了去打鱼，去放鱼啊，去捡起。所以咱整个下近海即摆就是讲，每一个企业之间，大家拢咧竞争，咧利用这个资源。啊，过去三十年前，恁有这个状况无？无，因为资源量足丰富。啊，现在资源量变化加足侪，伊减足少。我一个数字甲大家报告，就是讲，过去民国七十年的时阵，咱沿近海的渔获量一年是46吨，但是甲现出时甲民国95年以后，咱即摆渔获量拢降到剩15吨。所以这渔获量的变化真大啦，吼！啊，当然，大家会讲到讲啊，这因为污染啊，什么你各国开发的造成咱企业的这个生态的影响，污，这绝对有。但是今仔日咱门啊关起来的时阵，咱家己企业之间有这个掠过头的问题无？那是讲啊有这个问题啦，吼！啊，我这方面我讲一个，大家那去年啊有发新闻啦，吼！说咱伊咧做咧变一个预犯团。那个预犯团里面包的是包什么？保护啦，保护啦！你给预犯团，结果这个商品上架了后，无几天去用外口这消费者甲公家讲，你知影这保护啦是偌济印尼啊的这个资源啊，你甲掠规个甲掠掠起来做预犯团，西门伊咧问我唔敢明啊，这个商品无价。啊，我咧记这个例，我大家了解就是讲。今仔日咱讨海掠鱼掠的鱼货是要利用消费者。如果咱整个讨海的过程当中，对资源、对生态，若做了无好，消费者甲咱抵制的时阵，咱袂安怎？我估计这是一个做好的例啦吼。啊，今仔日特别呾，我咧讲着讲，广东啊，这个渔业为什么即摆掠无鱼、掠无青人啊？咱无咱也掠过头的，对青人的资源的影响。同款嘛是一款吼，啊，头拄仔大家搁讲着讲乌鱼啦吼，大家讲认为讲乌鱼即是浮林，哦，放浮林，啊，放浮林，交咱你讲的40000公里莲花对这个生态有影响。我乌鱼吼，等于是讲咱沿近海渔业40年来一个足特殊的地啦吼，这是一个足歹的地。民国七十年、60几年、70年的时阵，咱乌鱼一年钓偌济量？一年抓250000尾，曾经到95年的时阵，咱的乌鱼落价一年抓50000尾，为什么？乌鱼呐，这个季节到冬季到，伊是为长江这位人家咱台湾海钓是要创啊，是要放卵，是要生活。啊，咱今仔日咱为着咱要食啊，甲这个本来伊要放卵要生活，来一只抓一只，来两只抓一只。啊！把烟卵拢甲破解做乌鱼子，啊！这资源要怎补充？一定会有问题嘛！哦，我是要举这个例甲大家讲，啊，起码讲起来就是讲，大家上关心的，他多少真济鱼友讲着讲，这个饲方爱管理嘛。我甲大家报告了吼，现主持台湾沿近海的渔业内面，破网啊、饲方啊、掠鱼啊啦吼，这个三下好啊，对咱的资源、对咱的生态影响拢真大，都有需要做管理。啊，翅膀过去是安怎？翅膀的这个鱼啊，至少我头拄仔副组长有讲着讲，咱现出时的鱼啊，至少是咧主营的三个咸鱼的。翅膀是会使，你随时拢会使咸鱼。啊，大家甲想看卖讲，翅膀既然对咱下个花啦吼，这个生态，因为伊若流失去，对这个打来去卡咧，这个打就等于拢无迄个鱼干的功能去。哦，啊，咱翅膀那如果讲。像即摆资源的状况，讲无限制，啊，搁随时，吼，大家讲会使开放，大家继续经营，啊，对咱渔业的未来要安怎？所以那时阵政策上是希望讲，希望这个技巧、这个经营、这个部分，咱来甲管制起来。但是这个管制一个条件就是讲，保障咱现有咧经营的这渔友，你若本来渔业技巧是你家己有诶。我拢无甲你影响，唯一关键就是讲，你若买卖啦、过户啦，哦，造成讲你要搁定申请，即个咱有需要做一个限制。当然，他都有讲着讲，
弟仔囝啦、翁仔某啦，即款咧有需要做一个啊调整无？即款咧来检讨，即款咧来检讨啦。吼，啊，但是就是讲，你若要重新来经营这个市场的营业，因为这是一个新加入的一个，你是一个新加入的一个经营者，所以阮即摆为着咱整体企业的未来啊，吼，这个市场嘛是确实有需要做一出来行者，因为这种网路的部分吼。你今晚来主持台湾的主管总统来讲，其实真正讲，这阵正手拢伤济啦吼，咱有需要，搁慢慢来减少吼。啊，所以我是先甲大家简单报告讲，这几项，这个企业内面办事，咱有需要来真正有需要办一项者来管理。大家拢会想着讲，我有想着办者，但是有，今晚每一项企业拢有这种关切的。啊，头拄仔大家讲有困难。为什么不啦？讲，但都啊，先讲咪讲，就讲不啦。为什么今年二七三个月时间，伊咱金山街啊，一个有人咧卖不啦？这个爱甲大家解释一下吼，就是讲，不啦，头拄仔我讲迄个立法法的例，就是讲，外口的消费者拢认为讲，咱不啦的啊，这个不啦是经济经济认证的用语啊，其实不是，我拢一直咧解释，不啦是不啦另外一种的品种，但是伊立法这个时间。哦，这个古代的渔村内面会去谈到真济，经济渔政的用意啊。所以你若是热天，你甲掠的时阵，甲遐其他的用意啊掠掠掠，这对整个的渔业无好处啦吼。所以为什么咱有三个月禁渔期是安尼来的？啊，当然上甲面讲就讲，啊，既然是禁渔期，啊，为什么市面还阁有人在买呢？因为即卖加工技术真好啦吼。伊无啦，前一年啊年底赢的机会啊，年初的机会，伊若加工吼，除非上甲咪你讲的，若是水平的，哎，我不敢讲吼。啊，若是乌拉瓜，那是有可能透过加工的技术吼，而且你这个保存啊，规年趁你拢咧卖。啊，若讲你讲着讲，连这个热天禁渔期的时阵，有水平的机会，你是用咧卖。这就是阮执行无够的问题。啊，咱若这点，就要拜托新的市政府，拜托海事处，包括阮的业主，哪有这种的？就是讲表示有人违规的尔。啊，这款也是处地无够的问题，这阮家己来检讨。啊，我是讲，甲头拄啊，大家讲到企业管理的问题吼，一寡较整体的部分先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吼。以上，谢谢。没关系，我们把三个人的问题都公刷。刚才我拜托你再把你来一个，来再来那个副组长哦。对我来讲，乌拉会解决了时间哦。网络拢在传你的乌拉都是什么送家者，叫人摸一下。贝尔的业主嘛是有尽办法，用迄个图，用迄个相来，大家讲乌拉是什么物件。无外口消费者哦，无了解，唔是像大家专业，无了解。不过你都跨越都歪歪啊，啊，这对咱产业还是有影响，所以即马上烦恼这個，啊，这两天传下来，讲无过遐有病毒，全世界各个国家有着这个，啊，这拢无用过，大家莫去买，无人敢吃，所以企业的代志吼，还是足复杂，有当时啊，外口无了解，无病传吼，对咱伤害啊，这嘛是为了经营啊，不能停进来伊个，啊，这大家买到伊个吼，来，辛苦。那种我们从副组长一乍时上面进来，个一种规定吼，啊规定，所以你个进来非常了解吼。我无有用到了经济方面公平海企业的服务，伊都爱说，咱民国七十几年啊，咱是40栋，起码是十六栋，差不多10栋这种单，所以这资源的管理是足严的。我有就讲到一种，本来一种管理的一种进步的部分，上面来讲。第二是，一种统统的规定是哪有得到的？管治政府家己选三方的啊，一种做一种政治，做一步的方面。第二个，一个外头的，这个会咱第二是，咱台巡署爱去加强后续的一种可能是执法问题。再来是，但是咱要看伊本身的病到底是啥物，伊本身病是不是刚刚过，刚刚过过，我感觉这好多要用咱保护部长做的。该选的另外，因为我讲有一种咱一种老，有一种外劳服务，可能是一种咱老爸，搁互囡仔，搁但是外劳无钱付，搁叫迄种
劳工局去发一十五万块，这本来本来了解一下，因为这是劳工局可能原处发上，我会记我顶一代有人建议啦，我这部分是不是迄种？但是我会记，因为我即摆上上无限公文，我会记他有来解说，有特别特别来啊各位商讨，这部分我再过来了解是不是？啊，另外安排一个时间，让大家会使了解好来，大家来商讨。另外，互相罚钱，甲搁禁止出港部分，这我看等是一种，像这部分，我看恁是啥物罪，因为这部分爱看你一种违法的法规是违反着啥物法规，才到来做进一步的讨论嘛吼。另外，总会想讲有一种港区保卫部分，这港区保卫部分，咱来咱处理这边第二个渔港吼，咱去处理这边去来做一个解说。另外有讲到乌鱼，乌鱼的部分，我知影种是放弃政府特别有一个规定，就是伊乌鱼去的时阵有开放，迄个时间一个短暂的停止的，有开放，互咱有种掠鱼啊，卫生的迄个时间会使掠。伊种这部分大概处理嘛是咱处理的同仁会使去做一下，还佫有种咱讲迄个啥物，咱红花啊、青莲瓣部分啊，吼，青莲部分，我知之前今年听讲有。这是今年的分，听讲量较好一撮，但是这个不也是咱资源保育的一个问题啦，资源保育啦。那种你若讲有当些伊，你捕拉量较侪，可能有种鱼仔也是始终捕拉鱼较少，伊种鱼量较少，这部分是先影响到咱青鱼脉部。这是也是大家来合作做一个鱼源管理的总是有一个，可能一个迄种尾啊青鱼啊，也是一种伊。其实，咱澎湖也有一个文化传承啦，所以我有迄种辅导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去争取到咱的迄种，这是保护是迄种新北市的迄种文化资产的登录啦，都文化部一寡计划，那迄种，为即摆迄种金山古宫所嘛，哇，纳入咱的迄种创生的计划，这部分再过来看伊最后的进行是计划是安那。这部分要搁有专门一个部分，我拄仔发现应该是无这限制，我毋知是毋是咱中有一寡误解，无这限制啦。可能你是讲，可能爱训练了后，我有啦，我即摆所以我所了解是毋是你训练了后，咱要爱有出海衫，迄种九十天嘛，迄种你也会使退保证金的部分啦。所以你的迄种状况，我来搁了解一下。你也有九十天会使退保证金，但是对于提转完全是无影响的。啊，你想要做一个迄种说明。来好吼，啊，拄仔有迄个种个讲，咱白带鱼的时阵啊吼，空气甲风甲出现啊吼，干枯迄阵就乌白天的问题。啊，这其实昨吼，阮同仁遐都有研究过，有甲我讲啊，讲我嘛是新的，我嘛是菜鸟啊吼。因为之前伊讲这大概几廿年来拢一定有这个问题啦吼。啊，这个问题就是讲今年啊阵特别较济啊吼，影响恁个其他迄个时阵啊进出啦吼嘿。啊，这个部分阮内边是讲，是毋是咱只会当诶，港区内边吼临时诶卸货区吼，咱划定一个位啦吼，啊，迄个位够定位，啊，咱再来传条，阮去甲迄其他船啊，伊个电政府伊个行政单位吼，阮来甲伊发文互伊，叫伊爱去约束伊个船只来咱只诶时阵吼，爱大家要有秩序啦，莫造成咱香港诶渔船诶被困掉这部分吼。咱阮来做啊，去划当共迄个规吼划出来安尼，啊，搁有吼迄停车问题，敢若附近这边吼有车主啦，啊，是不是因为车主都会吼迄移民，咱移民因为较方便，当伊拢会了放弃的当进驻，啊，其他可能敢若往上这边无嘛吼，啊，阮再来个移民家咱搁讨论一下，划当安怎想办法无？之前吼迄种万里移民啊，嘛是有这個。因为迄是文化局这边吼处理啦，吼，伊有规划文化资产，啊，
伫阮医疗处这边吼，也是有做一点仔协助啦吼，就是讲，刚即两年啊，迄去病院过了，无解药啊，今年啊，敢拢无好。啊，伊落这无，阮医疗处是补助讲，因出去吼，因为迄黄石的部分吼，阮是补助一半啦吼，看伊变偌济，啊，伊要用偌济，阮就补助一半吼，安尼，以上简单解说吼。我稍微要补充哈，就一位一位来了，好不好？因为刚刚我答应人家，你们好好几家公共门北站哈，很显然。那过来一下销售岗，过来一下中卖市场。我补充一下，跟王总的说，那个又恶鱼的，越来越少。其实哦，那个恶鱼的啊，越来越少，大量哦，一点啊，那一百倍哦，跟两倍，你是讲三比七万的？啊，搁有就是讲哦，咱这本来是正常期哦，伊个六七八九，啊，到底是哪个单位在规定哦？因为六七八九就是阮北部是好经营的，啊，南部是靠迄地方，就咱遮即款偷工的地方，逐工去拍面的。啊，所以你只要讲开放，我要还你啊，但阮逐工会当出海。早起我本来是要出海的，是不是？出你家遐，我爱摸，好作官，运作作头。我不一样，因为本来是用船啊，等较细只的。这个我是不是会当讲，本来是用在进步期的，你再往往后还是往前挪这样子。好，谢谢。各位观众，关于我们的代志吼，因为咱大家的两年两话，他两年两话多。我放一下是放数，放数放是抢位啊！啊，抢位啊，你也大只啊！你电商哪嘛个管？你出工哪个管？也无做工啊！啊，南部你是两个做做做一两个，还是头前一边？你做两个是喜欢干两个？你要听啊！我一个人做工，你脱个身，你干两块就找到。不错的，无锡那个熟悉就是安尼，一寡西山都买了，我了看到嘞，我了看到嘞啦。你那小弟不过没意思做这代事，啊啊来喊喊这我叫情怀啊，我情怀是，我北北部好，是高压气体，我这北部风景怎么样？那水温管理情怀是现在负责第一的。你当天你水温你也摆，我听嘛我嘛无哪样。你小弟你不错，你这代小妹有关，你当天人家当你这代小妹。水温无大机会，咱也学会办。水温无遐尔机会，所以说真侪问题就是，像咱办，全身都清楚，我买遐办好啊。哦，啊，你像这，真正了我六七八，啊六七八好进，啊我即个像今年那间，刚有时开始，刚有时开始开吼，刚有时间啦，开，我来一个买单都好贵个。基本上都要算起来，那边的。哦，啊，这放松，我们现在这样子，做那没无人买的，无人买的，还是进去哈。我有人买你，我有人买你进去呢。你俩放松啊，其他俩过来都放松，都有拖啊。淡水嘛是有挂牌的，淡水挂牌的，白手那个白靠才过去。俩过来一个，俩一个，你过来挂牌的，有什么意见呢？或者你想接的？这个问题是，
谢。好了解吼，这卖讲是你俩，大家听了拢了解。你这那会使安尼做吼，之所以这么辛苦。了解，好，谢谢。这边也其实也有，就是说那个外籍渔船的停泊的位置其实都有。那现在就变成说，那些渔船他们其实进来的时候，其实安检站他们也都有跟他讲说，你进来你就是要停在那个外籍渔港的停泊区。可是他们并没有，他们就直接就自己就开进来。那如果说像这种情形的话，是不是有法可以来处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停车，刚才组长说我们在讨论哈，那因为没有办法说整个渔港都把它就说管制起来，那是不是如果说在没有管制的那个区域里面啊，是不是可以跟那个警察那边去协商，是不是可以另外看用另外的地方来处理这个停车的问题？因为一般那个钓客他们就是把那个车子都停在港边，哦，那停在港边，有时候我们的渔船进来要卸货的时候，其实就造成很大的问题。哦，那因为警察他们来说，他们说港区他们没有办法去开港，那是不是可以哦，另外再去立法，还是用其他的方法哦，可以来解决这个港区停车的这个问题？好，以上谢谢。等一下这个问题哈，因为等一下我会请王组长说明，渔港法里面应该有相关的规定可以处理的哈。那没关系，再听一轮声音啊，好不好？再放我身边一点，在这个位置，在我身边这个靠边，好不好？别过来一点，来，阿伯是不是秘书长跟大家一个沟通一下？哎，秘书长这边好，大家好。我补充一下，拄啊，阮一个杨局长伊讲，伫乌鱼之间，我要详细来去查阮做个报告。因为乌鱼变起来，像我拄啊杨局长伊咪讲，七十几条鱼掠去落外头，也有掠到七寸啦。但是因为即个乌鱼二代里面，啊乌鱼老大，我是相信各长官大家拢真了解，对无？刚收落来，刚来正来时阵。上计是咧，较早阮都讲落来牛羊，啊，即个变较牛，啊，咱来用用好好货。即是所以，你啊，即个所有咱领导，较早建立房车，该厝啊买咧啊，厝啊买咧啊，成就就好啊，啊，其他问题啊，哦，一个问题就是讲，一番富裕，过年十几只，我咧讲，但是说每年偶然一个月都袂少吧。这个奥运是弄了一个月，弄一年，我还弄不少嘛。你给他赚太钱，我富地古年十几下拢都创，别人都变成爬爬上来上吊。中国一条奥运，这是个稀奇的，两条奥运要出人来呀？你讲对出人保护，敢不相信嘛？不相信嘛？应该是安尼嘛？哦，我是讲嘛，讲咱的精神，咱台湾像咱。哦，聊奥运是不是？咱台湾我头前像咱在办奥运安尼，你要聊奥运，你来台湾登记。但是我台湾应该就是靠办奥运尔，靠奥运，我靠办奥运尔，我然后我大家登记，对不？啊，你啊，你今日聊旁边，聊旁边，咱来附带聊下，聊旁边以后是嘛做我啊？我台湾你今日你来申请啊？哦，刚好在这边。要聊伊，就现在来去。我掠海，我不办掠五十几年啊。聊伊，我嘛唔敢少去买掠，无百个哦，无可能去做这代志啦。因为大家回头去掠，哦。啊，我想，今日咱的主管哦，是不是咱针对这湖，这湖之间，像咧靠北大，或者渔民有这个性安尼，哦，谢谢。所以你放的对。
还是有的，因为我这个每个看过我
都去过了。哦，新闻新闻一头作业，我大概我五百块钱下去弄。八十多开五中，六七八一秒的，但是那是五百是一秒。哦，啊，咱另外要把作业三次，都在咱春天的流，春天就是咱长江流域哦，越清楚哦，越来改变，你看看，不然他们这。这个改动套叫做啊，没有重点的做啊。啊，其实那个鱼哦，是长江流域的，也毕竟不很多哦。啊，该那乌龙在那在改动那开始来，单单的去改动出来是，毕竟不很多家都有的。我说一转过去哦，哦，一棒棒一个会不会动的？哇，就动的，哇，厉害的动。多过去才能来的，好，谢谢。刚才你也顺利。来，谢谢。各位同学，我是部委啊，尊主啦，我认真。啊，你即摆补助，讲要补助电厂，啊，公司咧变做偌济？补助偌济？我预计讲五万，我爱去发票。发票哦，5%哦，佮后壁佮加一个营业收入，佮爱佮交5%哦，啊会使补助一半，我若5万，爱去10万，10万我扣2万，佮佮剩3万。我即阵就开始讲，甲恁接电话，拢甲恁斗。我是当作阮钱来，是以后才一点50万的，补助5万。我按发票个开价就交钱啊，哦，遐卡诶钱啊，啊个开十万会使领5万咯，一个开一半，啊，算是讲在讲要补助5万，讲来开10万，啊，10万今年补助剩3万，啊，未来咧只半年讲补助开10万，补开10万，哦，唔想一定爱用，我顶个月补忘钱了，迄是衣服我唔看起来。即摆在做讲，哦，我做啥是不啥啥，其实讲话也是正做啊，无人无人敢做啊。哎，好谢谢。哎，歹势吼，即部分我先解释一下，我无限定讲补助5万，可能即有误会啊吼，因为阮当初讲的是讲。你今年用偌济的量，就一半，我补助一半的钱。你今年用偌济是一半，我绝对无甲你讲，甲补助五万，可能这有误会啦吼，可能歹势。后壁我再搁甲你解释一下吼。有机会就爱约出来咧，阿公去啊，哦，要去解。我一个买不成啊，吼，拄头我安尼领3万，那主要是下班结束啊，不啥情况。你用偌济吼？啊，你买偌济？你叫你买偌济量？啊，你迄个收据啊，是发票，我著一半。无啦，无啦，是可以啊，有咧增加啦。哎呀，点为主管有开。我叫你关起来啦，这问题有讲出来，大家才查问题。因为我听你咧讲发票，安尼开，我讲这是啥物店发票来安尼开啦吼？因为听你足奇怪哦。我干脆再了解一下，那个发票这怎么算？中华民国来的那种税这样开的？我觉得很奇怪哦，怎么会这样？可以再了解一下。那么感谢了哦，您讲出来大概其他问题你都会。哎，你再有其他问题无？那无吼，我感觉安尼啦吼，今日真感谢你。咱也直接跟他讲无解决吼，也是讲无啊问题做这个天地吼，其实拢了解的时间。所以我是阮要做记录，拄啊阮咧动员吼，哦，拢拜托恁写出来吼。啊，阮咧个这会当处理的处理，袂当处理的咱。他别讲未当处理，政府这边未当处理，我大概了解。那一旦处理，什么时间？哎呀，那种那几天了。啊，有一款我讲不是很了解的吼，包括迄个渔工的部分吼，我感觉脑必要过来一对个案，我需要了解啊，要安尼来解决的吼，咱来处理。啊，我大概就咱姐讲讲的吼，啊，问题愈讲愈多，脑我甲你讲了嘛，电视我嘛袂讲的吼。
所以咱爱安尼处理代志才会当了。啊，不管哪，十家你解决两件，做成结果，啊，你袂使逐家拢讲伊啊，啊，人工较不无人食，我感觉咱来迄落，啊，你嘛爱了解吼，有一寡确实无在了处理吼，也是讲无济，你时间做袂到，啊，你嘛爱了解，但是阮尽量来做吼。啊，对我嘛足侪身体讲吼，你秘书嘛讲话你有较常来，我讲诶，你就切时间吼，较常来大家一个安尼讲吼，啊，你尽量讲出来，啊，阮袂当解决就解决，啊，袂当解决就互大家了解，咱尽量来解决伊诶问题。那确实伊诶问题足侪啦，拄仔恁讲吼，包括一寡材料，包括迄落为海底吼、海底啊、关甲港边诶停车，逐项拢有啦。啊，其实包括后壁买物件，要鼓励消费者食鱼啊，即几个拢是伊诶问题。啊，咱拢爱拄着即个问题，拢爱来解决。所以今日真感谢大家吼，会当提出遮侪问题。啊，阮无希望讲来吼，大家甲咱伫遐坐坐吼，讲各位问题拢无讲，啊，问题拢无解决，其实安尼无意义啦吼。啊，今日真感谢大家会使当面讲起了。我甲希望家人接受吼，我感觉有一个足可爱的所在是，各位足认真。啊，不然阮内面讲个问题足直接，媒体也讲足侪。所以阮同事若讲足侪，我去我咧甲讲。拜托你一直讲，到底会使袂使？啊，为什么袂使讲清楚？爱讲伤多吼，所以今日就讲这个。最后，李处长，再有这个，吼，香港总干事这边有没有补充的？还是哪一位还要再那个？关心这个问题啊，那是不是市长这边？我一个礼拜给你答，好不好？今天礼拜三嘛，吼、哦，我们下礼拜二以前答复，到底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哦，有没有机会？有没有那个？来，这部分吼、哦，其实一种我操很重要吼，是办事政府里一种一百国一百国七年开始吼，有每年十一月到。隔年的一月，有一个一种鱼汛期期间开放金山、巨岸三海以内海域使用五次有来补到污点，搁一百今年一百块八年吼，一百块八年是全部吼，但我想讲大概迄种业主这边会使等于。主要是恁无发恁个渔业执照嘛，对吧？吼，恁今年个时阵。对啊，这段市长有在讲嘛吼，来做啊继续。啊，不过恁今年就要安尼做，我想可能是较难啦。吼，啊，若是恁本来就有迄个职责，内底本来就有放人啊，啊，当然就阮副总领讲的吼，啊，是办市政府原定的内底就有讲，在一月到一月的时阵吼，就是可以用四网来捕捞乌鱼啊吼，因为咱今天虽然讲你有放人啊，伊的职责，不过你上海你咪是袂去放。吼，啊，所以有特别开吼。一月到一月在乌鱼池的时阵来用的，啊，即摆咱的问题就是无放人啊的，嘿，对，啊，这爱去救啦，啊，不过我想无遐尼紧啦，吼，因为一个政策，啊，嘛是爱全国性的考量啦，吼，因为咱一百块人民开始定这个规定开始，有偌济过户去的，叫都去用注销，不是干咱咱金山尔，吼，是干咱咱新北市，有多少艘的渔船已经被取消了？啊，你讲看听爱听安怎？好，啊，有一寡那个转型的转掉了，我们四网就把它拿掉。那这些如果我们再恢复以往的政策，啊，那丁回包周也会说那金山应该嘛是有，那主营转型的二十班，兼营转型的十五班，我想应该嘛是有咱有摕到这个钱，啊，伊转进去啊要安怎吼？这是一个公平性啊，全国政策一致性的好考量啊。所以那都今年吼，我想应该是无可能啦吼，希望大家。电话，还有一千块，加一千万，我讲。啊，你时阵啊，你定的时阵，你本来就知影，你袂应该经营啊。你若是讲旧的吼，就大家讲较体面，我本来新起的，你本来起的时阵，你就知影啊。这个问题，我突然来比较讲哦，阮昨下。
高雄在讲这个代志，我含来就是六，我底下就是这个代志。伊那所在嘛好讲，六六六，讲伊伊即马人干呐过无这个开放，伊过去干呐处理，啊，佫唔是干呐有，唔是干呐自我哦，三五其他你变安奈了，所以伊来体谅，我唔当家问题，我是干呐做。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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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正问问马总，声音太稳定了。好，好啦，啊，还有这样问题呢，真正用机会讲出来吼。好，啊，拄仔训练你有改变吼？我唔捌一届去一个所在人来讲吼，你什么六十五岁了，咱八十七年才一月初加入什么余会奖励会员的啦。你若即摆满六十五岁，你若一年无出来，你讲你什么老农今天袂使领？全家安尼我去过来，顺安尼伊阿讲，你政府是咧做啥物？九十岁都还阁出来，互你看才会使领，伊是无规定嘛吼。啊，所以讲这问题我紧大家讲出来吼，你有哪听无了解？啊，拄仔咧训练咧哦，就讲无安尼训，无安尼规定吼，安尼说明才会了解。所以咱今日嘛是一个问题有解决，啊，未当解决的，直接请大家体谅，啊，拜托真真，啊，拜托大家较温柔。哦，啊，无咱今日先到这吼，有啥物问题，阮当然会念会走，我嘛会念会走吼，咱会使搁食便当啦，讨论一下吼。今日而且感谢李处长，感谢商家，感谢咱总干事，啊嘛感谢在座各位吼，会使半个时间来参加，啊嘛要多谢咱市政府吼，甲咱水事所，啊甲全国渔会吼，咱今日大家共同来热心吼，感谢各位，谢谢。